请注意，这位小哥第一次回头没有在意，在余光扫射觉得哪里不对，这就是他们说的肖战啊，淡定淡定。哎呀，脖子不受控制了，我看我看我在看，我一直看，嘿嘿，哇塞，这帅气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哎呀，我要怎么分享给女朋友说我看到情敌了，嘻嘻，我要拍下来发给女朋友的微信，嘻嘻，我蹲下来看，不会太明显吧？摄像大哥怎么过来了？哎，看不到了。摄像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走？你这个位置好，我过来对脸露个血，真帅啊，不多露一会儿就亏了。哎呀，搞不好我换位置了，不想离开，终于走了，嘻嘻，可以帮女朋友再多看两眼，真的帅啊。